白色追缉令，韩国第一部以法医为主题的剧集。冰冷的手术刀，火开的不只是亡者之躯，还有不堪的现实和重重黑幕。白色追缉令讲述国家搜查研究所法医办案的故事，由朴新阳领衔主演。1月21号起，天下卫视钻石剧场《白色追缉令》。